哎，你还穿秋衣啊，好土哦！年轻人谁穿秋衣啊？我已经不年轻了。我跟你说，年轻人里面都穿 T 恤好吗？你穿秋衣了吗？在上班？我从来不穿。对啊，年轻人从来不穿。你穿秋裤了吗？没穿，没穿。咦，好恶心啊！你这条裤子看起来跟秋裤也是一样的，长得。你怎么把秋裤穿外面啊？这不是秋裤，这运动裤啊。这就是秋裤。彪马。彪马的秋裤啊。什么？虫子？哪里有虫子？有虫子的说明生态啊，生态好。不是吧？感觉这句话可以解释一切，只要有虫，生态，生态好。我真的害怕虫子。哪有虫子啊？对啊，我真的是。这虫我都不怕。哎，这整个不要了。真的，薛之谦你太胆小了。我是怕虫，我不是胆小。我也不怕。我就是摸到黏黏的东西，我害怕。你这么一说，我都不敢摸了。这东西啊，不能上劲是吧？他只要一旦说上面有虫，你就上劲了，你就开始害怕了。跳菜就这样跳的吧，吓人了。我这都玩一包了，你们真的速度快点。啊！你别搞我。